丽人网站操作说明：首先，你必须到丽人的首页，最新消息，线上购物。接着你会看到内容以账号保护，请点击登录开启，请按登录，输入学校给你的账号。我们线上购物的网站密码一律都是27381188，请按登录。接着你就会看见我们的购物网站的内容，右下角会有你的名称。使用完之后，请按登出。以上就是操作说明。